明奇哥的朋友，我叫华莎。啊，华莎姐你好。是这样，我刚从老家回来，带了点老家的土特产，野生的鱼呀，野生的鸽子，还有一些有机蔬菜。我给明奇哥送过来。哎呦，明奇，明奇现在不在家，他跟他老婆回老家去了，现在肯定在回来的路上呢。我想回来，恐怕天都得黑了吧。 啊，对呀，我本来是要送到明奇哥家的，他说他们在路上，所以让我送到您这儿来。哎呦，哎呦，那快请进来吧。不打扰您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慢点啊。哎，王明，哎，琪琪阿姨，哎，我总听明奇哥说您会保养，但没想到您保养这么好，这么年轻啊。哎呦，是，你真是的，怎么说？哎，放这儿吧，放这儿吧。啊，放这儿。哎呀，怎么说也是老太太了，来，慢点啊。 我打个电话啊，喂，明奇哥，我到齐阿姨这儿了啊，那个东西都给她送过来了。哦，你开车呢是吧？行，那你慢点开啊，小心点啊，拜拜。哎呦，开车呢。是，刚才说路上太堵，要不然早就该到家了。 这恐怕得到晚饭的时候才能回来。是吗？嗯，哎呦，那鸽子得赶紧收拾出来，让钟点工把那个鸽子炖出来吧。哎呀，别提了，就那钟点工哈，干活马马虎虎的，我收了他两句，他还不高兴了，东西一摔他走了他。哎呦，真的，就把您一个人撂这儿了，太不像话了。哎，别提了，那这鸽子怎么办呀？这时间长了肯定就臭了。哎呀，要不。 我去给您炖出来。哎呦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是客人，你等明奇他们来了，让他们干啊。阿姨，明奇哥开一路车，肯定辛苦的不行，我来炖，等他们回来就直接吃现成的。哎呀，我们的关系用不着跟我客气。这都不合适啊。没事没事，哎，你厨房在哪儿啊？厨那在那边。有天麻吗？家里？天麻有，我给你拿。哎，那个天麻吧，我记得好像放在那个抽屉里。 哎呦，哎呀，你可太能干了！我们家明奇都没有你能干呢。哎呀，我从小就干，帮我妈干活。别说这些了，就是什么换个保险丝啊，弄个水管道啊什么的都会。真孝顺。那个，你是干什么工作的？哦，明奇哥不是新买了辆新车吗？我就是那家 4S 店的销售总监，我们就是这么认识的。 工作也不错，跟明奇哥没法比。明奇哥人特别好，特别热心，帮了我好多忙。我妈前段时间眼睛不好，她还帮我找苏然姐去给我妈看眼睛呢。我有的时候都开玩笑说，这苏然姐呀，嫁给明奇哥真是上辈子修的福。不过苏然姐人也挺好的，就是医院工作太忙了。 家里的事儿啊，还得明奇哥操持着。哎呀，这苏然呐，她要是有你一半，明奇也不用那么操心。阿姨，您别在这待着了，赶紧进屋休息吧，帮你切点这醋。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我来，我来。那行，那我那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完呢，明天就得交稿。你赶紧去吧，啊，行行，放心吧，我很快。小心点啊！哎呀，放心吧，阿姨。真是，哎呀。 这鸽子得多炖会儿，野生的鸽子不比那个家养的，所以它肉紧，得使劲炖。我知道煲汤，而且呢，这种汤呢补肝肾、补气血。哎呀，阿姨您还懂养生啊，真好。我也特别喜欢煲汤，你像这个季节呀，什么南北杏无花果、包排骨啊，还有虫草花椒煲鸡，都是我特别爱做的，清润滋补，关键是不上火。哎呦。 听你说这些，你的厨艺不错呀。没有，哪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的。其实我呀也不懂，我是理论大于实践。我们家做饭的时候啊，
我就拿着一个菜谱站在保姆跟前跟他说一二三二二三，可他那个手艺啊，别提了。这论做饭呀、啊，我也不是自夸，我还真是有天赋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家里有什么现成的菜，我给您做，您尝尝我手艺。哎呦，不用不用，你是客人，哪能麻烦你呀、啊？一会儿等那个明奇他们回来了，咱们一块儿出去吃去啊！你在这坐着歇着吧。爷，明奇哥开了一天的车了，肯定累坏了，别让他出去了。再说了，外面的饭哪有家里的可口啊？那倒也是。哎呦，哎，你说现在都几点了，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、啊？我打个电话问问去。哎，阿姨，别，明奇哥这会儿肯定在高速公路上，高速公路上接电话特别危险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还是你想的周到。阿姨，您就好好看您的书吧，一会儿明奇哥回来啊，咱们给他们个惊喜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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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他们个惊喜。真是个能干的好姑娘。哎呀，这么快就做出来了啊！哇，太漂亮了！还有呢啊，还有呢！哎呀，家里的还能做出这么好的饭菜，嗯，真好！哎呀，太棒了！哎，你太能干了你！啊，这你做的这菜色香味俱全，我看着就想吃，就有食欲。今天呀，主要用的都是冰箱里的存货，等到下次准备充足了，我给您做糕点。我做的蛋糕跟饼干特别好吃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南方人就是想吃一点甜的东西，可是外面做的那些点心啊，太甜腻了，我也担心它不卫生。外面的点心能吃吗？第一呀，是油糖太重；第二呢，就是用料不讲究，都是反式脂肪酸。对对，我做的可好吃了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阿姨，我来，我来。是。哎呀，等明奇回来哈。哎，等明奇。哎，你还没对象呢吧？那等着明奇回来，让他帮你找个好对象。你看看你这长相，这手艺，你说哪个小伙子着了你不是福气呀？阿姨，您别夸我了，我呀。就想着，如果能找到像明奇哥这样的人做老公，那晚上睡觉说不定都能笑醒。哎呦，真会开玩笑。